我是金多多，这是我早晨起床后的第一站。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有个挑战在慢慢的靠近我。Hello， 多多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做我的饮料袋，最近我的饮料袋不见了，没想到在新农街有一家饮料袋一定要卖的地方。我要给你个东西。什么？干嘛给我这个啊？现在干嘛给我？发票可以抽奖。这我刚来台湾的时候抽过1000块，然后每一次都有200块，可是现在外国人的运气都用完了，现在不用了，不是那个抽奖，不是那个抽奖。台南市有举办一个发票登录的抽奖，听说可以抽车子跟房子。抽这个房子？对啊。啊，当然要啊。那越多越中奖的几率高吧？对啊，可是有一个条件，要满200块以上的在台南市消费的发票才可以登录抽奖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发票？从7月15号到12月31号。但是除了这个之外，我们现在这里还有一个任务。为什么最近有这么多任务啊？请接任务。什么任务啊？大家好，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。市长。嗨，多多。我知道多多对台南很了解，那么今天市长就要来考考多多了，用2000块来挑战台南上届来行的生活，访问台南上届古早的市区，吃台南上届好食的美食，买台南上届行的伴手礼啦。2000块，你办得到吗？市长，我台已听要播啦，我白白阿弟，哈哈哈 ，Go Go！大家，我们到第二站了，就是西港。大家知道西港叫做什么吗？胡马的故乡。我们正在胡马田的中间，好像第一次看胡马的植物，哎，长得很神奇哦。最上面开花。那我们现在带着大家去看说过的胡马田。来到这边可以看到处理芝麻的，它是这样四个用在一起，都要人工啊，都要人工，没有办法用机器啊。哦，全部都是一个人弄的，两个人比较好弄，两个人比较好弄。啊，我帮你。啊，不行，不行吗？不然我来。哎呦，不简单呢！真的不简单呢。过去这边来，对对对。哦，还要有一个角度才有办法立着。这样保持。哦。那比较不会那个倒下去。那晒干了之后怎么处理呢？是不是会打？哎，对。要打吗？听说要打。对。这样可以看吗？哇，黑芝麻！我以为是这个一个一个的拿出来，结果是全部都要割，然后要晒干大概2-3个礼拜，它干掉之后才能做成这样。我们那个谷仓餐厅好像现在时间还没办法进去吃，我有找到另外一个地方，我们先去逛，稍微逛一下啦。晚食以当肉，慢一点吃可以更有味道。아니지금먹어도맛있게먹을수있는데아我以为这边是什么信多肉圆，所以我也是吃肉圆。肉圆，好像被骗的感觉。无忧小确幸多肉圆。肉圆啊，肉圆。不是啦，不一样的字啊。啊，看来好像不是哎，我以为是肉圆店哎。带我来，植物园啊。这什么？哇，那什么？爬那吗？哇，外国？木瓜吗？嗯，木瓜吧。对吧？我上次看过。嗯、对啊。黄黄的也有。今年你市场上才看到的。哎，黄金木瓜。我能不能买一个？可以吃吗？还不行，还不能吃，那个还不够成熟。哦。要等到它那个熟成才能吃。所以还不能摘，小小的好可爱哦。
这边的25块，然后这边是100块，然后这边上面都有写价格，哇，好可爱啊！长得好漂亮啊！这长得好神奇哦！嗯，哇，真的！哇，很像我那个搏动屁股，屁股，还是冰灯。好了，吃饭去。没力了，我们来吃饭吗？很像工厂的样子哎，真的有开吗？就老老的感觉。不是这里啊。芝麻的味道，这里吗？对啊。你是岛民吗？哦，有可能哎。对啊，这边不是叫做。你看这个。哦这边呢、啊？这都是米的那个嘛。哇！哇！这里的设计好特别哦。对啊。不要一个。要自己炒。很像那个哎，石锅火锅。石头火锅。石头火锅。打开火锅，打开。我要自己弄。对，要自己。其实他刚才要帮你用啊，我想说让你自己用。下面这个是香肠。麻油，还有麻油，好浓。你是说好油还是好香？好浓，好浓啊！两个都错了。哈哈。那弄你放这里。还炒吗？yes。有肉的眼睛。啊。哦，我。干净就熟了。麻油的味道很浓，跟韩国的麻油又不一样。这家好店就是没有加工食品，我们也很喜欢吃加工食品。希望会中奖。我是欲望没有那么大的人啦，我不是很贪心的人，中车子就好，房子或者车子就好。我这边好像有卖胡麻油，哦，进去看一下。好高级哦，高级哦。什么？香港是白芝麻，它做法也不一样。我们这个是用鸡鸭掌，然后香港它是用油水可以把。哦。啊，白芝麻煮香气，那黑芝麻是煮，主要它的营养价值很高。哦。它的钙质含量是1碗9到12杯。哦。买一瓶。我要买伴手礼。对，伴手礼。谢谢。哎，在台南换2000块也没有那么简单呢。我们漫步在日光之下，等待着秋日里的咖啡与晚霞。我望向你，你小心翼翼地喝呀，就好像我在这午后的时光里小心翼翼地喜爱着你啊。这边写农场哎，你觉得里面会不会养鸭子？他们写农场会不会有我们为了买训车而从悉尼到下鹰了啊！我以为是那个哎鸭肉，结果是那个很吵的那个。아이렇게귀엽지않아시끄럽단말이야
我听说夏营是熏茶鹅的故乡。对，因为我们这边养了很多。如果下麻豆高速公路的话，会看到蛮多的。哦，了解，谢谢。对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刚刚跟老板娘说的一样，这边养很多鹅，所以这边的鹅肉比较发达吧。我听说有蜂蜜的味道，所以甜甜的，好期待哦！已经晚上到了，时间过得怎么这么快啊？台南真的吃的玩的太多了吧？一整天都很快就过了。我熏茶鹅听说好吃。这个有蜂蜜的味道，哇，真的，香香甜甜的味道，然后烟熏的也非常好，然后里面很有水分嘛。肉虽然不是嫩嫩的，蛮有口感的。哇塞！我们的任务结束啦！消费满200块的发票都可以抽奖，只要来台南消费抽奖就可以，不用跟全台湾人竞争。那个礼物也真的超多哎，什么冰箱啊、电脑啊、汽车，就没办法说了。房子，房子是我的啦。今天的影片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喜欢看我们影片的话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